的奴隶啊。因为呢，这些欲望，我爱我不爱，那就是生死轮回的根本。当然，如果多去了解这些痛苦的众生，哎呦，有地狱，所以我们华人真好，我们华人至少跟印度人一样，相信有轮回，真的有鬼，真的有地狱。因为这样如此，所以我们就会想到未来世的问题。那为什么会下地狱呢？嗔恚心去伤害到众生会下地狱。为什么做恶鬼道呢？贪心不满足，然后呢去造恶业会堕落恶鬼道。那为什么会做畜生呢？因为不信因果，所以呢不信因果胡作非为啊，杀生吃肉，那你就会做畜生道。那你要是下了三恶道，那可真苦啊。就像现在网络也有好处，网络让人家看到牛怎么被杀的啊，猪怎么被杀的，鲨鱼怎么样被砍杀的，乌龟怎么被杀的，小公鸡怎么被伤害的，小公牛怎么被伤害的。所以很多人因为看到这个，所以现在开始西方社会流行 vegan 了啊，大家有觉醒了，因为以前不知道他的痛苦。就像有人问我说，鸡蛋到底是荤的还是素的，你不要讨论这个，它从哪里来的，这个来的过程是不是痛苦的，这个比较重要了。因为它的缘起是个痛苦，就像你身上穿的羊毛的衣服，真皮的皮鞋皮包，虽然很漂亮，但是想到它的过程。阿摩舍在燃烧要是何小在燃烧药师佛，那么小在燃烧药师佛，那么小在燃烧药师佛，那么小在药师佛，那么小在燃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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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师佛，正佛说176页。
舍俱肉归琉璃波罗波罕那舍耶般若揭多耶吽那由帝三藐三菩提耶但智达安毗沙师毗沙师毗沙舍三摩揭谛娑诃南无波伽摩毗沙舍俱肉归琉璃波罗波罕那舍耶般若揭多耶吽那由帝三藐三菩提耶但智达安毗沙师毗沙师毗沙舍三摩揭谛娑诃南无波伽摩毗沙舍俱肉归琉璃波罗波罕那舍耶般若揭多耶唵那由帝三藐三菩提耶但智达安毗沙师毗沙师毗沙师三摩揭谛娑诃南无波伽摩毗毗沙舍俱肉归琉璃波罗波罕那舍耶但那揭多耶唵那由帝三藐三菩提耶但智达安毗沙师毗沙师毗沙师三摩揭谛娑诃南无波伽摩毗毗沙舍俱肉归琉璃波罗波罕那舍耶但那揭多耶唵那由帝三藐三菩提耶但智达安毗沙师毗沙师毗沙师三摩揭谛娑诃佛光照彻感应缘成在心推动佛心里就要保长生愿现和平福寿永康宁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不厌罪障悉消除世事常喜菩萨道愿以此功德代众发心修持八关斋戒佛经大供养大奉行格西修法阿弥诵经听闻佛法烟供妙供十场三昧水忏法会七场清明超度法会随喜所有道场所有法会功德大家升起大悲心称念观音菩萨我们大家都变成慈悲的化身来帮助一些老人病人病苦轮回者所有消灾排危随我称念观音圣号观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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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母众生无病无苦，富贵自在，消灾免难，亲信因果，保持正念，发大悲心，求成佛道。戴尔塔，伴赞者呀，阿瓦波达，那也说哈，往生牌位。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贵是唔对，因为咱无圆满，佫还要见到真济痛苦的众生，那么去完成这组卡条的，包括咱辛苦，毛贵气些做了真济这种杀毒饮梦酒，因为贪心起所做的恶业，那么希望虔诚向因忏悔，也代替众生忏悔，哦，互因欢喜，欢喜咧咧接受咱的功德，所以咱念三遍来。往昔所作诸恶业，皆由无所贪嗔痴，众生于意之所生，今对汝等求忏悔。往昔所作诸恶业，皆由无所贪嗔痴，众生于意之所生，今对各位求忏悔。往昔所作诸恶业，皆由无所贪嗔痴，众生于意之所生，今对众生求忏悔。那个香灯的香收好了，放在前，拿到前面来插。心生般若波罗蜜多心。
是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身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名亦无无明尽，乃至无漏思亦无漏识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埵。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揭哆，耶哆帝耶哆，阿弥哩哆波比，阿弥哩哆悉当波比，阿弥哩哆比迦兰帝，阿弥哩哆比迦兰哆，揭弥哩切切诺智多迦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揭哆，耶哆帝耶哆，阿弥哩哆波比，阿弥哩哆悉当波比。阿弥哩哆比迦兰帝，阿弥哩哆比迦兰哆，揭弥哩切切那智多迦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揭哆，耶哆帝耶哆，阿弥哩哆波比，阿弥哩哆悉当波比，阿弥哩哆比迦兰帝，阿弥哩哆比迦兰哆，揭弥哩切切那智多迦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揭哆，耶哆帝耶哆，阿弥哩哆波比，阿弥哩哆悉当波比。阿弥哩哆比迦兰帝，阿弥哩哆比迦兰哆，揭弥哩切切那智多迦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揭哆，耶哆帝耶哆，阿弥哩哆波比，阿弥哩哆悉当波比，阿弥哩哆比迦兰帝，阿弥哩哆比迦兰哆，揭弥哩切切那智多迦利娑婆。南无萨瓦耽达耶哆阿惹次帝，阿含萨巴那含萨巴那耶吽，南无萨瓦耽达。耶哆阿惹次帝，阿含萨巴那含萨巴那耶吽，南无萨瓦耽达耶哆阿惹次帝，阿含萨巴那含萨巴那耶吽，南无萨瓦耽达耶哆阿惹次帝，阿含萨巴那含萨巴那耶吽，南无萨瓦耽达耶哆阿惹次帝，阿含萨巴那含萨巴那耶吽。南无萨瓦耽达耶哆阿惹次帝，阿含萨巴那含萨巴那耶吽。南无娑婆婆夷，耽达耶哆耶耽迟那，阿含娑婆娑婆，阿含娑婆婆那娑婆娑婆。南无娑婆婆夷，耽达耶哆娑婆，阿含娑婆婆那娑婆娑婆。南无娑婆婆夷，耽达耶哆耶耽迟那，阿含娑婆娑婆，阿含娑婆婆那娑婆娑婆。南无娑婆婆夷，耽达耶哆耶耽迟那，阿含娑婆娑婆，阿含娑婆婆那娑婆娑婆。南无波切瓦帝毗沙奢俱卢毗琉璃婆那波阿那舍耶耽那揭哆耶，阿赖耶帝三藐三菩提耶耽迟那，毗沙奢毗沙奢毗沙三摩揭谛娑婆。南无波切瓦帝毗沙奢俱卢毗琉璃婆那波阿那舍耶耽那揭哆耶，阿赖耶帝三藐三菩提耽迟那，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娑婆。南无波切瓦帝毗沙奢俱卢毗琉璃婆那波阿那舍耶耽那揭哆耶，阿赖耶帝三藐三菩提耶耽迟那，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娑婆。南无波切瓦帝毗沙奢俱卢毗琉璃婆那波阿那舍耶耽那揭哆耶，阿赖耶帝三藐三菩提耶耽迟那，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娑婆。南无波切瓦
比萨舍俱卢贝迪欧利波罗波罗那舍耶坦那俱多利波罗帝三藐三菩提耶坦智他比萨舍比萨舍比萨舍三摩揭谛娑诃耶那三菩提瓦斯拉耶吽阿耶那三菩提瓦斯拉耶吽阿耶那三菩提瓦斯拉刚刚你刚刚若者你若者你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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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哈那就地哈那萨瓦卡玛巴兰巴兰那边萨瓦萨多尼就苏哈那摩热那扎亚亚嗡嘎嘎尼嘎嘎尼若扎尼若扎尼就扎尼就扎尼扎扎尼扎扎尼就地哈那就地哈那萨瓦卡玛巴兰巴兰那边萨瓦萨多尼就苏哈那摩热那扎亚亚嗡嘎嘎尼嘎嘎尼若扎尼若扎尼就扎尼就扎尼扎扎尼扎扎尼就地哈那就地哈那萨瓦卡玛巴兰巴兰那边萨瓦萨多尼就苏哈须达尼须达尼萨瓦波波必须达尼须得必须得萨瓦卡玛必须得苏哈须达尼须达尼萨瓦波波必须达尼须得必须得萨瓦卡玛必须得苏哈须达尼须达尼萨瓦波波必须达尼须得必须得萨瓦卡玛必须得苏哈嗡巴拉巴拉森巴拉森巴拉伊那尼乌须达尼吽噜噜舍利苏哈嗡巴拉巴拉森巴拉森巴拉伊那尼乌须达尼吽噜噜舍利说哈，嗡巴拉巴拉三巴拉三巴拉，伊那尼阿乌修达尼吽，噜噜舍利说哈，阿比迦当嘎，阿比迦当嘎，阿比迦当嘎，哈，阿舍萨玛哈，哈，阿舍萨玛哈，哈，阿舍萨玛哈，玛玛古林萨美达，玛玛古林萨美达，玛玛古林萨美达，嗡嘛吽波提吉达玛苏卡迦那达杜阿，嗡噜噜噜噜吽嘛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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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吽波提吉嗡阿比达吽嘎扎拉曼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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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阿比达吽嘎扎拉曼梭哈。阿弥陀佛，舍利王。巍巍金身高光，苦海作伤就偏旁，同愿往西方，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供母，花开见佛无生不退佛。大众发心，受法官斋戒，上供下施，河西修法，含衣诵经，供养僧伽，慈悲大放生，听闻佛法，七场清明超度法会，十场慈悲三昧水忏法会，随喜各道场所作法会。阿弥陀佛，慈悲功德，慈悲置业，佛前点灯，3200万盏灯功德，国际烟供要供13万场功德，国际放生放护生12万场功德，佛前供水950万杯功德。
布施慈悲便当，111万份功德，布施各种动物饲料功德，大众发心，世界各地造佛像、建佛塔、印佛经、盖道场、护持道场、供养僧前，大众发心，念佛、拜忏、诵经、斋戒法会、梁皇宝忏、大蒙山施食、三时信念、各种法会，普皆随喜，以此功德，回向地狱道有情，离苦得乐，往生净土；回向恶鬼道有情，离苦得乐，往生净土；回向动物道有情，离苦得乐，往生净土；回向所有人类亡魂，所有流产胎儿，现场所写，一切往生牌位，众生得同享无量无边功德，罪障消除，归佛、归法、归一生、归三宝、归阿弥陀佛、归地藏菩萨、归佛境、归法境、归身境，发菩提心，信愿往生，当下往生，上品往生，极乐世界，随我念佛，当下超度。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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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念更大声，更多众生超度，自己的清明报恩，累劫父母祖先，往生眷属，当下超度。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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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愿世间一切都看开放下，广修功德，信愿往生极乐世界。以这样的心态，愿引导所有亡魂祖先，也都能够发菩提心，当下超度，往生净土。往生净土，将来必定成佛，必定能够普度众生。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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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
陀，圆满奉送，送他们通通极乐世界。唵发吉拉木吉祥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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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唵发吉拉木吉祥母。唵达他格达多巴巴呀梭哈，唵贝达玛多巴巴呀梭哈，唵发吉达多巴巴呀梭哈，唵发吉达古里多巴迪帕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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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梭哈。唵班扎萨多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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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唵班扎萨多吽。法会圆满，谢谢所有法师。好，各位一人拿一瓶水啊，来，我们先念。那各位等一下把这瓶水倒在地上，好不好？有吗？好，哦。哦，来，我们李金云会长代表大家。如果你有这个如来一指之地，事实上就是发菩提心的意思。佛陀叫法王子嘛，佛陀的心的儿子叫心子嘛。所以各位讲一下，做佛陀的儿子好不好啊？就是心子，佛陀的佛心的儿子，你要去接受，你要去承担佛陀的事业。那在这种范围之内，别人怎么害你，你不要环抱他，也不要去防别人。中国人说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要说防人之心不可有。啊，你这种防人之心，他就是贼就来找你。啊，不要去设计别人。今天不管你做什么生意，我做这个产品就是希望能够对别人有帮助。你先不要把它设定在前面。就像有时候我去别的道场弘法，他会说：“海涛法师，你传法要讲好，一个要收10块美金。”我说：“这个我就不能来了。”他说：“你不这样说的话，他们到时候交1块美金，我们连便当钱都亏掉。”我说：“你这个还叫道场嘞？你已经不相信众生了。”我是说，他就算他没缴半毛钱，你能够请他吃一顿饭，那我们多有福报啊！啊，所以你要。越慈悲，你才会越感召更多的人来。你要是越不相信对方，那这个变成一个有压力的地方。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一样，包括我结婚的时候，我也跟我太太说，既然你要跟我结婚啊，哪一天你外面有男人，我会原谅你的，我是可以接受你的。或者他这边哭，你不爱我，你怎么讲这种话？不是我不爱你，是我真爱你，我接受你的一切。因为我已经决心跟你结婚了嘛，如果我因为我太太实在是真美了，所以有时候我去外面就交际应酬，旁边是 club 有女人，她打电话给我，你现在在哪里？在夜总会，在喝酒。旁边是不是有女人？有，你要不要来？我说你来，我就替我解围呀，因为她实在长得很漂亮，又有钱，所以。因为，但是我跟他讲，就是因为如此，所以我既然要跟你结婚，那我就要完全接受你的一切，这是我应该做，这样我才可以快乐睡觉啊！我不用这边担心呢、啊，只是我不知道最后我对不起啊，我要离开你，我要出家去了啊！所以，只是我出家，我还是祝福他，我还跟我儿子说，万一你妈妈要再结婚，那你要对那个爸爸很好。
那因为他是他会照顾你啊，所以你要感恩对方啊，因为这是我必须做的。如果我不这样做，我出了家还在担心，哎，你不要找别人哦，那我就不用出家了，对不对？因为没有放下。所以我想各位因为如此，觉得我就没这个问题。就像我跟人家合作做生意，我都跟他说，你可以骗我，但是我不会防你，但是你可以骗我一次，但是你可能骗不了我第二次，我也不会告你。那我认为我这个想法，其实过去是修的，我从不报复。哎，我从不跟我这些股东们说，你要是怎么样，我说我不会，你骗我，我也不会告你。只是很可惜，我们不能再继续合作了。啊，因为我不想要你防我，我防你。也因为如此，我发现我做了太多太多的生意，我比别人有福报。啊，那因为有福报，我才可以进一步能够听闻大乘佛教，而能够有福报出家。所以我想大乘佛教最重要的是什么？来，相信。这一点是现在这个社会最可怕的，他不相信你。政府不相信老百姓，老百姓不相信政府。啊，然后就造成一种互相监督的一种关系。这很恐怖的事情。啊，所以在这一点，那各位你回去要跟你老公说了，我从今天开始决定相信你。那你就快乐了，我每天念佛啊，他没事就来烦你啊。为什么？因为你不会再跟他们念念念念，不相信他，他就觉得你很可爱。啊，因为你相信他了。而且这个相信并不是说相信他会好，念下来，相信对方可以成佛。绝对相信对方有佛性，一只狗也有佛性，一只鸡也有佛性。佛性是你下地狱佛性都还在的，因为万法的本体都是空性，空性就叫佛性。所以这个男人强奸你，他也有佛性，所以只是可怜他的业报的身体在伤害你，他的佛性还是在。各位一定要这样相信，相信自己可以成佛，因为有佛性，也相信对方可以成佛。这个只是一个喝醉酒的国王，他忘了他是皇帝。这个只是一个身上怀着珍珠聚宝的乞丐，他不知道这个是埋在他衣服，他还认为他是乞丐嘞。所以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觉悟的第一个观念，念一下：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足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所以众生自己有宝，何必往外求呢？所以六祖慧能呢说，自性本具足，何须往外求？往外求是苦，往内看才会快乐。现在你会痛苦是往外求，男人啊你在哪里，女人啊你在哪里，美金啊你在哪里啊？然后你就去抓那些东西，你越去抓那些东西，你离开你的佛性越来越远。所以什么时候可以看到你的佛性？当你慈悲的时候很容易看到。所以各位放生的时候快不快乐？快乐。我说我经常在讲说，我去放了一只螃蟹，放了一只狐狸，就像我沿途被车撞死了，我都还在笑。因为我们死的是，这是我的业报，但是那只螃蟹活了呢，而且最近都是母螃蟹，它的蛋至少有10000个呢。你救一只母螃蟹$1.5是吧？$1.5，它就有10000个生命呢。而且这个母螃蟹非常谢谢你，你千万不要说众生不知道啊！你救它，它永远记得你。连一只蚂蚁它都会记得你，因为众生有灵性啊！所以这个业力不可思议。你今天杀死一只蚂蚁，它就会来跟你讨报。你说蚂蚁怎么这么厉害？啊，因为这个业力不可思议，你对他好，他永远记住你；你伤害他，他永远找你。这个业力不是说，有人我说师父写牌位，这个地址到底要写哪里？不用写，他会跟着你。要写中文还英文？不用写，他会跟着你。你改10000个名字，他也跟着你啊！啊，这个业力不可思议啊！所以，因为这个是一种
一种业的形式，不是你可以去想，因为这个世界就像一个电脑，一个大电脑，一个不可思议的状态。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那我们刚刚讲了四圣谛，众生都很苦，不是光你自己苦的原因你终于知道了，是因为我们的妄想执着。如果你把妄想执着拿掉，你就看到你的自性、佛性、空性、悲心、菩提心，那就是你本来的面目。就像一只 再凶恶的老虎都爱他的小孩子，这个就是佛性。妈妈再坏也会爱亲生的独生子，这个是他本来具足的。所以那如果你要用这个对儿女的爱去爱所有众生，那就是佛性了。所以为什么叫空？空就是平等的意思，佛就是平等之意，成佛就是绝对平等，没有分别，健康也好，生命也好，生也好，死也好，有钱也没好，没钱也好，来去自如啊！因为他活在的是真相，真相是自性的清净，而不是东西有跟没有。所以在这一点，各位就要经常去思维这个道理了。所以我以前在家，我是一个赌王，输钱的赌王，我没赢过钱啊，但是我不赌很难过。所以把我拉斯维格是云顶高原，我是那边的善财童子，但是我很奇怪，别人会自杀我不会自杀，我每次都赌了快跳楼了，那我喜欢那种感觉，赢了我倒不太好意思，赢了就是看到对方可怜了，输了我还不倒，这样如何保持安定，这样而已。就像我刚刚输了几千万，那我现在跟你喝咖啡我都不会提这个事情啊，因为放在心里就好了，输了嘛从头来喝咖啡啊，但是你不能把它挂在心里，这个是有一点像自我折磨了。但是事实上我原来这个是一种修行的习气啊，原来修行它就是对治这些烦恼，当你能够对治这个烦恼，所以失恋的感觉好一点还是谈恋爱感觉好一点？失恋好像比较好一点，比较容易开悟。所以我喜欢一个人看电影，很多人都看我，你怎么一个人看电影？你旁边没人吗？啊，一个人看，他们说我同性恋，不带去演，对，不，我就同性恋也没有错，但是我就是因为一个人我可以专心啊，不然的话我还要照顾他，要不要喝什么，还要牵牵手，我都不专心啊。啊，因为你今天照一个女孩子，你需要三不五时跟她 hello hello hello， 对不对？不然她就跟你这样啊。所以那你会觉得说，哇，是如此。所以自己如何征服？你可以享受孤独。所以各位最好练习享受孤独，这是修行很重要的。因为从孤独，这个就是禅定，禅定就是你跟你自己在一起。然后你才会看到真相。当你在忙着你的先生、太太、儿子、你事业的时候，你没办法禅定。所以禅定的时候是叫你放下这些外在的因缘，看着自己的心，呼吸，呼吸，这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观想佛像的止观就是专心的止。所以从专心里面，然后去分析它，去分析它。像各位你看到这个佛像是真实的，但事实上它是假的，对不对？它是这些铜啊，这些原料配合成的，你一直给它分析，所以它是个空性，它只是一个暂时的存在。这些铜片也可以拿来做马桶，做别的东西啊，它只是一个组合体。那佛要我们看到的是它的本体，它的本体是空性，那空性不是没有，你讲大慈大悲，名为空性，名为佛性，他就是要你去看到这个。意思说佛存在的目的在干嘛？爱一切众生，愿所有众生离苦成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千万不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怎么不念佛？念佛才对，不要妄念别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很多人是这样，这个叫法执，他认为念佛对，他认为持咒对，他认为禅宗对，他卡到一个东西，他还是没看到真相。
如果在大乘的经典，这个名为邪见者，因为你卡到一个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所以菩提非菩提，名为菩提，你一执着你就完蛋。任何一个法都像一艘船，它只是让你渡过去的，渡过去船就要放掉。但是阿弥陀佛是个大方便啊，嗡嘛呢呗咪吽是个大方便啊。但是你不能卡到这个东西。那真正你到极乐世界，目的是要让你看到空性，你叫无生法忍。无生就是不生不灭的意思啦，你不会再起心动念啦，对一切法的变化叫忍，你都肯平静地接受它生，接受它死，接受它的生生灭灭，由皇后变乞丐啊，由有钱变穷，那你可以保持在这个念头。但是你唯一的念头呢，你叫大悲不退，那就是我到极乐世界趁愿再来的时候，那我是来爱众生的，我不管你是天主教、基督教、佛教敌人，反正我爱你再说，我要杀你 OK， 先吃完饭啊，先吃完饭，这些该给你的给你，你要杀就杀吧，因为你杀我让我成就一个功德啊，可以修忍辱。所以释迦牟尼佛过去是被杀的时候，他流出来是白色的甘露，让对方觉得你怎么不是流血，因为我没有恨，我只想要借由这个杀消我的业，借由这个杀来成就我的忍辱。就像金刚经里面割力王节节割这个割力王是一段一段的割忍辱身体的，他不是一下让他死的，慢慢切。但是那忍辱仙人谢谢你让我一直进入空性达到了一个最圆满的无生法忍的空性，而且还不失其对你杀我的人悲心。所以这个割力王后来成为佛陀出家以成佛以后第一个弟子乔成卢比丘。所以你伤害我越多，你希望你越接近我。所以这个就是这种心态。我想我们学佛是希望每个人可以成为一个佛教的人格，这个人格，而不是说佛法对佛法错。佛法没有错，但是呢佛法是永恒的，是扮演的人的问题。所以不服我们在家出家，我想各位你现在学佛了，那你在你的家庭社会范围一定要让别人了解你学佛的动机跟表现出来的人格。像我以前是做旅行社的，做旅行社他们就有很多团体，因为我自己开公司，所以我不用出门的，因为我们是在后面操控，而且有做大盘的，所以做大盘的量就很大。那后来我学佛了，我觉得那个时候只是为了赚钱，懂得用各种方法去赚钱，然后这些钱再去转到做房地产做别的但是后来学佛了，那我不能这么做了，我开始去面对团体。因为我师父说你不能再躲在后面了，你要亲自带团，亲自办证件，带这些老菩萨，带这些，我记得是大陆刚开放了，赚死人了，三大件五小件换美金，真的是赚死人了但是我发觉这个都不是好事。在泰国买燕窝，没有一个窝是真的。买钻戒到帕泰亚冲个海水，你就褪色了。但是市场就是如此啊，市场都是假的啊，对不对？到泰国去旅游是不用缴团费的呢，叫泰国去旅游是这个泰国的旅行公司还给你钱，把这些猪抓来杀，了解吗？抓来砍，抓来杀，然后呢，导游也要给公司钱，公司也给台湾钱，然后呢，就一个月200团去那边杀，这样，什么都免费的，因为他知道这些人会买嘛，然后台湾开放会买，现在大陆开放更是力量很强，然后这个就是一个社会的劣象，但是你如果知道，你会觉得自己很有罪恶感，但是这种钱怎么来怎么去了。但是对我来讲，我了解这个以后，我就觉得自己当然有惭愧心了，但是有惭愧心，因为学佛了嘛，所以要去弥补，要把它做得很好。好，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施食救苦救难，到处去利益众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让佛陀的智慧，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海涛法师弘法行程，4月7号星期日，聚十月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00倍，玄天上帝万寿。上午8点半，高雄和春技术学院大发校区篮球场，亲民孝亲报恩，传授八关斋戒、护生、点万灯、供万水、药供祭师时超度。联络电话：07556991，07710352，077221749，07365-4369，07221-2323，07783-1120，07622-2555。4月9号星期二，聚十月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00倍。上午8点半，屏东万丹慈悲超度道场，亲民孝亲报恩，传授八关斋戒、护生、点万灯、供万水。要共计师时超度，联络电话：07710352，08707-1190。4月10号星期三，聚十月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00倍，济公活佛成道。上午8点半，麻豆园区亲民孝亲报恩，传授八关斋戒、护生、点万灯、供万水。要共计师时超度，联络电话。06213-1112，06571-9119。4月11号星期四，聚十月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00倍。下午1点半，嘉义启智学校慈悲关怀及亲子教育讲座。联络电话：05225-5888，05216-6700。4月12号星期五，念药师琉璃光如来持斋除罪30劫，聚十月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00倍。六殿变成江王千秋。上午8点半，云林观音讲堂八关斋戒、点灯、供水、药供祭师时超度。联络电话：05633-1565。4月13号星期六。聚十月药师如来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0万倍。上午10点，新竹普元佛道院前广场，点万灯、供万水、药供、护生、祭慈悲施食。联络电话：02-2917-8855，03-533-7368。4月14号星期日，聚十月贤劫千佛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亿倍。上午8点半，新店大明讲堂八关斋戒、护生、点灯、供水、烟供祭师时超度。联络电话：02-2917-8855。4月15号，日本弘法之旅。4月16号星期二，聚十月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00倍。日本冲绳赖长岛普见天洞穴普天间宫。4月17号星期三，聚十月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00倍。日本冲绳金武观音寺金龟人沉积。4月18号星期四，念贤劫千佛持斋除罪1000劫，聚十月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00倍。日本冲绳首里城波之上神宫及冲宫。4月19号星期五，念阿弥陀佛持斋除罪200劫，
俱十月阿弥陀佛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一百亿倍，保生大帝无争人千秋，中路财神赵元帅圣诞，日本冲绳斋场御月及玉泉洞。四月二十五号星期四，俱十月地藏菩萨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一千亿倍。上午十点，日本奈良开运吉祥献供法会。下午一点半，恭送普门品祈福法会暨佛法开示。四月二十六号星期五，俱十月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一千倍。晚上六点半，日本大阪心灵讲座，讲题心如莲花，敬邀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阿弥陀佛。生命电视日本慈悲协会举办开运吉祥线点灯暨甘露施食法会，恭请海涛法师主法，日期四月二十五号星期四上午十点，下午一点半恭送普门品祈福法会暨佛法开示，讲题心如莲花。